Hello， 大家好，我是莫颖。现在我们在漳州营销这边，这边有一对老手艺人，已经81岁了，我们一起看一下，走。这个要泡多久啊？泡一点左右钟。泡好了哈，洗好多遍。半个比较清洁。种了一年，割好几次哈？嗯，两次。它是一半草一半梗。这些能做多少斤啊？这个做100多斤。最多做多少？100多斤。这个做很多年了，做几年的？做50多年。而且今年高寿了？80岁，3个儿子，2个女儿。然后5个孩子都没做。5个孩子，他们都各人各人的工作去做。全村人都知道你做插香草。对，他们喜欢吃就来给。这个是碱。碱。自来水啊，自来水。我帮你倒。不要不要，我倒去啊。做完了插香草，这梗还能当柴火烧的。可以，用木材啊，炒烧比较快。用煤炭的比较慢，电的太浪费。为什么太浪费？电要花了很多钱。你老婆回来了？回来了。一锅要煮多久？要煮到下午4点。还盖住了，慢慢熬。每天都有做吗？有了。每天做多少锅？做的时候煮的非常多啊，这几天天要下雨。哦，要下雨啊。嗯，就是要把这草全部煮烂掉了。夏天就搞这个，冬天我就是进菜园里面，儿子的房子里面，老公婆赚钱的。做这个很辛苦哈，很辛苦。早上3点起来，现在不用了，4点钟啊，晚上做是不是？早上去买的，啊，先开开地房啊，开地房去买的。下午休息，80岁没有。80岁，完全看不出来是有80岁的，精神状态很好。仙草是好龙头啊，只洗一遍。一天呢？对，直接做成明天卖啊。今天做了，明天卖。哇，一整锅满满的，来盖住了，先火。大锅要多放点火，要做成米浆哈。过滤一下。加多已经定好了，把泡泡掉。这些不要了哈。没出去了。不能吃的。不能出了。倒米浆，这个要点浆。对。慢慢凝固起来了。好浓稠，好黑的，好好看的，好黑好看，哇，太鲜了，整个房间都香味。好了，出锅。你别看啊，他那个腿脚不方便，他会骑三轮车带阿伯摆摊。这一桶能装几斤？做完洗这些东西好麻烦。麻烦了。对，这个是年轻人做成包装方便运输的，我们看一下，这样一袋是有4个小果冻一样，哇，汁都溢出来了。做成这样一小份小份非常方便，想吃就打开一个仙草蜜。你看，这个就是莲粉的一种，在福建这边叫烧仙草、仙草蜜。来试尝一下，吃起来 QQ 的，跟吃果冻一样的，甜度还好，个人觉得还不是很甜，吃起来一股草鲜味。这个放冰箱啊，冰一下吃非常好。这个烧仙草啊，我们有一说一，个人觉得这个做成包装味道会跟老人家没有包装在菜上摆摊的味道差了一点点，但味道也不差了。我个人从小就很喜欢吃这个烧仙草，特别到夏天到了很喜欢吃。大家喜欢可以试尝一下啦。那这些我就慢慢吃了，我们这期视频分享到这，如果你喜欢我视频请帮我点赞与关注哦，我们下次见，拜拜。